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易台生易主任。各位家长、爸爸妈妈、各位小朋友，我是假日科学广场生面孔、非常欢迎大家在中央大学95周年校庆的时候，有机会来我们这边看一看。那参加这个假日科学广场，各位同学一定收获很多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在做这些游戏跟这些玩的时候呢，你们看了回去有没有再用脑筋去想，然后有没有回去翻一些书，找一些相关的问题自己要去找。好，千万千万要多看书，就是说听完了学完了回去要做，你不做你就都忘掉了，只是看一场戏而已。可是如果你继续的去翻书去看，你会学到更多，那就是你真的学到东西。我们今天非常难得请到平常只会主持，今天我们真正的主持人，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朱庆奇老师，他今天给我们讲一些简单的几何，很简单，可是你看了之后你会发现，哇，真有用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待会儿拭目以待啊！好，我们把主持就交给朱老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易主任哦。易老师是客气，他才是真正的老板，老板都比较客气哦。那这个主持久了，偶尔自己也要这个跳下来，这个接触一下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嘛。那因为主持久了就有老毛病啦，还想问一下，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假日科学广场的朋友，新朋友，我们举个手好吗？我是第二次哦，好，两次以内都可以举手来。OK， 好，新朋友比较少。好，那我先解释一下哈，今天这个活动其实很有趣啊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明明是物理系的老师，怎么这个跨界去讲几何？几何不是数学的东西吗？这真的有点班门弄斧哦。因此，这个如果中间有一些错误或者是不完备的地方哦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先进朋友还麻烦要指教一下。那为什么一个物理系的教授跑去讲一个数学的东西哦？就是。我们都是这样被骗大的嘛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小时候看到这些东西，就觉得哇，科学好有趣哦。然后最后就跑去念物理系了。所以既然自己是这样被骗进来的，就觉得还是有责任要把这个有趣好玩的东西介绍给大家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哦，就是讲的有学问一点，叫做几何啊。更有学问一点，我们会牵涉到一点点拓扑学的东西。我完全不懂拓扑学，但是呢，它实在太好玩了，逼得我不得不把它介绍给大家。所以我们今天哦就开始。那我很少看到第一排的小朋友坐得这么松的哦，是怎样？就是大家不喜欢坐第一排啦。今天是朱老师讲，就是大家都不喜欢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就是我会需要一些小朋友来帮忙哈。我们今天做第一个东西，我们先从这个平面的开始，然后慢慢再进到立体的东西。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朱老师这边有四块拼图，有四个拼图。绿色的，那我要请一个小朋友上来帮忙把这四个东西组成一个十字啊，十字懂吗？红十字会那个十字啊，只是我们这个是绿十字。那因为是第一个实验，我们征求小朋友还没开始哈，对，好，大家都很想试试看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待会你手上也会有个小拼图，你可以自己拼拼看。我们现在先看别人怎么做，待会呢，我们自己手上做一个自己的拼图，自己也可以试试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我们征求一个小学中年级小三小四的举手，来，小三小四举手，好，那就你好了，好，待会还有机会，来，我们给他加油，他要把这个拼成一个十字，来，加油，试试看。十字，不要紧张哦，第一次上台的可能会有点紧张哦。好，拼成一个这样十字。好，有一个图案参考，好像比较容易哦。
好像上面那个长出来喽，看看看他怎么把旁边的这个也长出来，加油，嗯，很接近喽。下面的人都好着急哦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上面的人，上面的人，你已经知道了。谁刚刚说知道了？你对不对？好，你是谁？你是他的谁吗？不是，不认识哦。他第一，我完全不认识。完全不认识，好，等一下就认识了。12年级而已。12年级哈。还没叫到大。哦，好，这样子这边好像短了一点哦。哦，老师给他提示。哎呦，他刚自己说，再看一下。这边要不要移一下？对啊，是这样子啊，对啊，换角度。哇！好棒！好，许德玉，有没有？谢谢，这很厉害哈、哦！有没有看出来拼成一个十字了？你们这只是十字吗？来，你。谢晨燕同学，你刚刚说你小几？小二。小二，来，请上台。小二，很厉害呀、啊！来，朱老师跟你讲，这个哈、哦，可以变成一个正方形，你把它变正方形。我好像可以把他的表情秀给大家看。好，你把它重新拆掉，变正方形。两个墙纹一起照，还是一次一次照？一次一次照。正方形，他的脑袋里有正方形。来，我们这个有没有？来，移动一下哈，好，让你的空间大一点。好重。其实我本来是设定小三、小四以上了哈。不行，没关系，再试试看。可是你这边出来一个角胶嘞，没有？加油！大家的手开始痒了没？很想自己也来听听看，有没有手痒的举手？有吗？有。我们一边给他加油，我们一边请工作人员把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手上的材料拿下去。奇怪哦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是只有台上的人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两个很想帮忙，对不对？你上来过了吗？来，许德熙，他可不可以帮你？你要先问过他。可以帮妈妈。我先把它解。快，加油！好，不行，你看在下面看到的不太一样哦。好，大家鼓励，来，你们转过来，面对大家一鞠躬，谢谢大家下台。你要不要谢谢他？他有没有帮到你？有，谢谢他哈。大家手上是不是都先拿到了第一个我们的十字正方形？你可以把它剪下来，然后自己试试看。可能你刚刚在台下看觉得哦还蛮容易的嘛，那我们自己试试看，把它剪得整齐一点哦，不要故意剪一个密码锁出来哦。好，如果是太小的小朋友，可能我们小组长帮忙一下哈。需要帮忙的小朋友可以举手，小组长会帮忙。好，大家一边剪的过程里头，我现在要征求你是小六的，请举手。今天没有小六哦，有，好，那就是你喽。你有没有心理准备？要不要上台？
可以哈、哦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请你是范同学来，我们请范同学上台。一样，这边有四片，我们的拼图都很简单，只有四片而已。你拼成一个 A B C D F G 的啊，那不知道了，英文字母 T， 对 ，T， 听好，走啊，来，同学们。就是朋友们一边拼自己的那个十字正方，我们一边给他加油。这边要拼一个 T T teacher 的 T。你拼不下去的时候叫我一下哈，好，我就在旁边。好，小袋在哪里？你要预备咯，三分钟以后他拼不出来，我就找一个大哥哥帮你。只有四片哦，四片拼一个字母 T， 那个我们 T 的这个拼图也发下去，我们让就是在场所有的朋友同步来拼拼看，对不对？不然自己就会很无聊啊。你的十字拼过没？拼过了哈。拼过。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哦，你刚刚拼十字的那个跟现在发下去要拼 T 的这个，不要两个混在一起哦。混在一起，你等一下回家怎么拼都拼不出来啊。自己做一个小记号，我们把笔画下去，你可以自己画图。哦，有哦，有点像。好，我们再给这个范同学一分钟。你有灵感了吗？你要帮忙吗？小五的可以试吗？小五的，好，一分钟以后，让小五的试试看。老师，小一的如果够聪明，可以啊。哦，每个都很聪明啊。是啊，没有天生我才。好，一分钟到了，来，小戴哥哥请上场。小戴哥哥会给你一个暗示，然后看看那个暗示有没有用。来，你要给的暗示是什么？嗯、你跟他讲。缺口不一定都要填满，有一些缺口它一直都还是缺口。缺口不一定要被填满，缺口不一定要填满。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在填某一个缺口？可能上了台后就会一片空白。对，我想试试看。好，你想试试看看。已经知道了，我们等一下发下你的那个 T， 然后你拼给我看。来，你先拼你的十字给我看，拼出来才可以拼 T。哇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是比较聪明的小一耶，好恐怖。这边呢，你也要拼 T 对不对？你先拼十字给我看，十字拼出来就可以拼 T。哦，这边哦，你在拼十字还是正方形？什么？十字，十字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然后这边很棒，这边都拼出来。你这可以转成正方形吗？正方形。好，我们 T 字的也可以发下去。T 可以发了 ，T 可以发。好。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？我跟你讲哦，大学生拼了十五分钟也是没有拼出来，所以你不要太难过。缺口不一定要被填满。好，你觉得不过就是
个简单的 Tima teacher 的 Tima 怎么会拼不出来勒？一分钟已经过了耶。好，一分钟已经过了，对不对？一分钟是给暗示嘛，给完暗示以后要再拼一分钟嘛。好，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小朋友拼拼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可以继续回去你的作业拼。小三跟小一合作吗？小三跟小一合作。我们要不要？我会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我会做第一排的林小姐。我会做。小五来，上来。我们还是以小五、小六为主。来，换你拼拼看。啊。来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刘思雨，来，然后侧边，侧边在这边。好。T，Teacher。好，T的来了，可以自己拼自己的，拼出来的小朋友举手，朱老师去看一下，看你拼的对不对。T，Teacher 的 T。因为台上还没有拼出来啊，我们看台下谁最早、最厉害、最先拼出来。刚刚小戴哥哥有给一个暗示，缺口不一定要填写，对，不一定要被填满。你没这个先说起来。连我准备一起。我们夹链带发两个，就是一个装十字，一个装 T， 这样就不会混淆。哇，哦，拼出来了！来，可是你这边多了一个缺角，这个他没拿的。哦，好，哎，不对啊，你为什么是五片拼出听呢？只有四片。刚才有个小朋友用五片拼出 T， 来，转过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是不是 T 啊？它出一个夹。对，所以不对。不是你解的这个，一个人两个，这是 T 的直角。等一下，接下来给他解。注意一下台上，成功了哦！好，不能让大家看答案，做你们自己的，来，不给你们看答案哦。现在知道答案只有他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台下的小朋友谁最早拼出 T。那个来演讲的讲师是不是都很喜欢讲一个口号，大家就会安静，就会看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想一个口号。我昨天晚上就想一想怎么办嘞，要押韵哈。假日科学广场 ，on 对不对？那谁最棒？你们就要说我最棒，好不好？我们练习一遍。假日科学广场谁最棒？我最棒。哦，怎么那么小声呢、啊？那上次那个魔术师你们就很大声，是因为我没有铃吗？还是没有叫人家上来拿那自由女神像？再试一次哈，假日科学广场谁最棒？我最棒。再大声一点。我最棒。因为没有讲假日科学广场啊，来再培养默契一次。假日科学广场谁最棒？我最棒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哦？这片就高拐。什么叫做就高拐？因为你一直很想把它塞起来，有没有？一直很想拿那个各式各样的东西把它塞住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这样把它塞住，对不对？你就一直想把它填起来，或者是你会想拿另外一个东西把它填起来。然后刚刚小戴哥不是说缺口不一定是缺口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T 会不会刚好是这个 T 的这里啊？哪里？这里。我们试试看。知道嘞。老师也会吐嘴，要原谅一下。哎，刚刚那个 NG 的删掉了。有没有说啊？来，所以刚刚小戴哥哥说缺口不一定要把它填起来啊，有没有人刚刚一直拼的时候一直在补那个缺口？没有啊，
没有哦，好，那你应该是天才儿童吧？好，那要不要试试看，用这个方法把你自己的踢？好啊，可以的。踢出来了，出来了哈。大家都成功哈，这样才有成就感嘛。哎，真的哦。没想到四片拼图也可以把人搞成这么复杂啊，我都昏了。所以朱老师很聪明啊，都不去念数学，因为我知道念不起来啊，好难哦。正方用拼完 T 以后呢，下一个是来消失的面积。什么叫消失的面积？小朋友虽然没有学过三角形哈，没有学过的没关系。我们会不会数格子？会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个高度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数一下这边有几格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好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周老师要做的是你们不要看。哎呦，你假装没有看到吗？哎呦，我从下面看呢。对啊，这样害我很紧张。你看都没有弄对。一个缺口。好，再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那这边不用数了，十三个。这跑哪里去了？因为你刚才把它换掉了。我怎么换？我不是吹一口气它就不见了，我又不是林老师，我不是魔术王子，你知道什么？我要试试看把它拼成原来。哎，不是拼回来，你要告诉我它为什么不见了。因为如果好，你上来讲，你上来讲。这两个对调啊，这两个人格有换过。可是明明这边就还是十三格，这边也还是五格呀，面积一样啊。然后大一点的朋友，你们就知道三角形的面积等于二分之一的什么？底乘上高，对不对？我的底十三格没有变，我的高五格没有变，那怎么会面积少掉一块？谁把我偷走了？我卖。好，那你要还回来。我不还。现在不是在拼图哎，他就自顾自拼起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他要先把它回复刚刚的一开始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然后上面把它拼上去，对。就对吗？可是为什么刚刚那个绿色是在这边？我知道，那个比较大，一个上面，然后这个过移到上面，觉得哪一个比较小？把它用掉下面，然后这个过来，好了，这个可能就不是什么小五小六可以解决的哦。来，我们在座爸爸妈妈有没有人要挑战？爸爸，你亲眼看见一块不见的，对？底跟高有没有变？没有变，面积也没有变，怎么办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斜边的面积怎么了？变多了，怎么又变多了？我知道，变少了，怎么变多变少？知道了，我懂了。我懂了。好，大朋友也要送礼物啊！端午节到了，我们要送粽子嘛。我们的前面有四种颜色的粽子，看你要哪一种。蓝色的粽子比较简单，就是两片拼起来，这样哦，两片拼起来变成一个四面体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人玩过了，对。哦，那个绿色的粽子稍微复杂一点，有四片长一样的，把它拼成一个粽子，拼成一个粽子哈。那这个紫色跟粉红色我就不讲了。大朋友可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，一样送礼物，有没有大朋友要尝试？妈妈，你的粽子给我了。我们爸爸妈妈好多老师、工程师，爸爸妈妈也可以帮你的小朋友赚一个粽子回去啊。有没有人要试试看？有吗？来，这个妈妈来上来，没关系，大家就是玩嘛。
来就是玩嘛，来说说看。因为那个橘色板子，橘色板子是五格，不是五格哦。对，五格。是五格啊，我刚刚因为歪歪的，好，五格。五格，那黄色的板子是三格，那原先的是只有七格，所以是少一格。方向的问题，方向的问题。好，你是说现在这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我原本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？哎，对，就会少一个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拉长变成是只有这样八个，那原先是七个，原先是。原先是五，原先五格，对，嗯，对啊，但是格子一样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三十五嘛。我们如果看整体面积，整体面积基本上是没有变的，对不对？不怎么理解这件事啊，好险我没有念数学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正常人，不然我就疯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有没有发现朱老师刚刚做的事情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因为那个这个比较高嘛，你就下来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发现，你就发现少掉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在骗人，你知道哪里在骗人吗？有爸爸要讲吗？跟有爸爸要讲吗？上面的。来，我们看红色这一片，仔细看哦。红色这片高是多少？三格。长是几格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格。所以它的底跟高，高比上底是不是三比八？三比八，好，好，来。绿色这片呢？两个，二比五，是吧？二比五，哎，这两个有没有一样？没有。没有一样的意思是什么？大人大朋友学过一个东西叫做斜率，这边跟这边不一样斜。我做夸张一点，这边呢可能是这样斜，下面那边是这样斜，所以就有一个面积被你偷掉了。知不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？知道哈，所有的玄机都出在这边，所以当你改变了一下它的方位之后，看这边斜的方式跟这边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这边是填满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你把绿色跟红色两个互换位置以后，哎，斜的方法不一样了，所以偷掉的那个面积，就是因为你一言以蔽之，你以为这条线，你以为这条线是直的，其实它不是直的，它是歪一点。对，它是两条折线。所以全部都是你的视觉的错觉，有没有被骗？对，它看起来像直的，可是并没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大家手上会拿到一张 A4 的纸，我们开始玩手脑并用咯。刚刚已经做过拼图，然后做了一下脑这个叫什么？消失的笔记。做了一下脑力激荡。好，我问一下小朋友，地球绕太阳的轨迹是什么形状？有人说圆，有人说椭圆。椭圆，你知道什么是椭圆吗？我知道啊。哦，就是、怎样？就是有点，就是很像你身体的截面积的那个东西吗？他可能听不懂截面积哈。好，椭圆来，先请坐。椭圆有两个焦点，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？
小笔。不知道要怎么画。焦点，所以太阳会在一个焦点上，然后我们的地球又绕着太阳转。那我现在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快速画椭圆的方法，怎么画呢？假设这个绿色跟红色的点是我的焦点，椭圆有一个特性，什么样的特性？哦，这个刚忘了。好，椭圆有个特性哦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哈、哦。OK， 椭圆的特性就是哦，这个点到这个点不会变，我有绿光吗？好，这个点到这个点距离不会变，然后呢，它到这个椭圆上任何一个点，这一条加这一条，这边这一条加这一条加上这一条不会变，所以呢，你在这个点它加它加它。会等于你在这个点，它加它加它，所以三段全部加起来是不是会等于同一个长度？所以我现在这边做一条绳子，把绿色跟红色当作是我的焦点，然后绳子的长度是不是固定的？固定的哈，然后老师要画了。对不起，老师手抖了一些了。甚至松掉了。不是圆的。好。不是圆的。不是圆的。这个老师要顾及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把那两个点哦，因为它会动。好，中心帮我忙哈。好，我先把线拉紧，我从这边开始。画的时候，好椭圆的作用，所以把距离呢，好椭圆，好放手。然后发现有个椭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哎，我在哎呦下去，我边走动了，好，关掉。好，所以待会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怎么画椭圆？但是我在画之前，我们问小朋友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这两点比较近的话，近到很近很近，你这样是不是好像在画一个圆一样啊？对，有没有？所以说，当你的椭圆焦点很近的时候，你那个椭圆看起来就很像圆。可是当你的椭圆焦点很远的时候，你们想象一下，我这样画出来的一个椭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扁扁的、超扁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待会可以在你们自己的纸上试试看，改变你的焦距。那你怎么做呢？我们会发一双免洗筷给你，你就把免洗筷，这个是要团队合作的哦。免洗筷定在这边，一个小朋友帮你定住，那个小朋友要很有定力哦。不要你一边画，他就一边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那焦点就跑掉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沿着这个线这样画，像刚刚朱老师做的一样。然后你们可以改变两个焦点的距离，看一看你画出来椭圆会不会变扁扁的，还是变圆圆的。然后请小组长帮忙一下，先把你的圈圈做出来，然后先做一个圈圈，这是固定的长度的圈圈，做出来以后，再用两个免洗筷定出你的焦点。好，我们请小组长协助。东西有没有？我们现在要突破一下空间的限制，好不好？
刚刚有小三、小四、有小五、小六，我们现在要征求一个小一的同学有没有？好，坐坐。好，停。小二的，我有。小二也坐坐。来，小一你来。你小，他们对啊，我也觉得他这么，怎么会是小一嘞？来，我也可以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你随便啦，小一、小二都可以来，你来。给我看一下，你快要坐不住了。你来，你来帮老师一下。这边有张纸哦，有一个洞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，这边是什么？10块钱。好，你要把这个10块钱穿过这个洞，可是不可以把这张纸弄破，也不可以把它撕掉，也不可以把它弄烂。哦，也不可以把它破坏掉、烂掉哦。挤烂了就完蛋喽，怎么办？不可以挤烂哦，破掉一点点都不行哦。我来，好急哦，你们好急哦。我们把每一组每个人的都发下去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小二嘛哈，快破了，好紧张哦，不可以弄破啊。你刚怎么刚穿过去的？哎，他就在大家不注意他的时候就把他，然后他已经紧张到这上面都湿掉了，这个汗全都是。我们还是很感谢他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自己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他就怎么样就过去了，是？所以你天生就是魔术师喽。好，恭喜你，魔术王子，魔术小王子，请下去。这个洞明显小于这个10块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硬是要过去，绝对过不去，对不对？绝对过不去，怎么办呢？第二个摄影机折起来，折起来，折起来，要不要再试一次？看一下哦，有没有比他大？有没有比他大？我看过不去，对不对？过不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先把它放在上面，折一下。哎，改变一下空间，哦，你就发现了你有特异功能哦。再试一次咯，明明洞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哎，过去了。好啦，哎，因为没有办法提供每一个朋友10块钱哈。这个爸爸妈妈辛苦一点，把你们钱包里的10块钱掏出来。如果真的没有10块钱，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借一下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要进行下一个了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来，知影，你来，你上来，你上来，你小几？小几？小二。小二，来，你好，不可以破坏这张纸，然后你穿过去。啊？可是刚刚朱老师叫我们做的这个明明就有洞，可是我把它洞上扭来扭去，也许我就可以穿过去。张纸没有动哎，太过分了！怎么叫我从这张纸穿过去？我又不是哈利波特，怎么办？我说你要从这张纸穿过去，要怎么穿？撕破，不可以改变它的面积哦，总面积不能变。好，你什么答案？剪一个叉叉。剪一个叉叉，好，我们来剪一个叉叉，来剪一个叉叉。哎呦，我真是跟自己过不去哈，干嘛挑个这么瘦的小朋友？好，来剪一个叉叉。好，剪一个叉叉。好，这个叉叉剪很大哦，剪很大喽。那有没有改变它的总面积？没有，没有嘛，因为我只是剪一个叉叉。我说嘛，剪一个叉叉。好，请穿过。哎，要给他鼓励哦，不可以笑他哦，他这么勇敢。哎，要不要？要朱老师帮你。头过，身很难过哈、哦，身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来，老师教你一个方法，谢谢你。来，回去做好。怎么做呢？后面帮我秀一下。我先做一遍给大家看哈、哦，然后呢？
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喂，所以老师在干嘛？我很在，好难看懂哦。没有关系，反正老师在剪纸嘛，就剪剪剪。然后这个部分如果比较困难的话，爸爸妈妈帮一下忙哦。老师，立即冲前啊！不要给你邱大爷尴尬。来，老师就一直在剪纸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小时候好像爸爸妈妈想起来了。哎，你们真的知道哦？那我等下不教你怎么剪哦。我等下不教你怎么剪哦。去年我玩过，我玩过。哦，要玩过，好。来，还有最后。好。一条线，要把它拉长。我有没有破坏这张 A4 纸的面积？并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思颖，你上来。更好穿，来100公斤都可以套过去哈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出来，有没有穿过它了？有没有？想不想自己做一个？来，像一个，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做。这边呢？那边，左边。先把 A4 的纸对折，开口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开口在这边。先对折。好，老师教你喽。对折，对折之后再给我一张纸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先解释这边的东西吗？对折，会不会？这边是开口的地方哦。好，剪刀开始剪，先剪中间这一刀。中间这一刀剪下去，千万不要剪断啊，剪到边边就好了。中间剪一刀。中间剪一刀，从开口端往里面剪哈。剪错就挂了，剪错你就穿不过去了。对，你给我剪断了。然后第二刀1/2的地方再剪一刀。第三刀，2/2的地方再剪一刀。这个。各位新朋友、旧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知不知道刚刚易老师有说过，今天是我们中央大学的什么？校庆，是我们的生日，所以对中央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蒋校长跟大家说几句话？就是贵宾啊，难得，我也不知道校长会来。今天是生日，周老师，然后各位小朋友、各位大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校长好。说实在的，我从早上讲话讲到现在，声音都有点哑。刚才有一个篮球比赛，我去讲的话，不过我想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！现在能够在，其实也是今天就讲，这个整个礼拜都是我们校庆的活动啊。那学校也有很多的活动推出来，科普的这个活动、科教的这个活动，我想其实是非常成功啊。从各个面向来看，我想都非常感谢这个朱老师的这个努力啊。那当然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，除了在科学教育上面大家可以学到一些东西，我也看到一项非常重要——亲子教育。这个妈妈或者爸爸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啊，我想这个是他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也很希望我以后常常能够陪着来啊。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透过科教啊，透过这样子大家之间的互动，我想有很多的学习。这些东西也许就放在你脑袋里面。我们说这个中央大学的一个情况，我简单跟大家也还是讲一下，可能大家现在还太小，不会有太多的感受。可是中央大学如果从全世界的角度来做评比的话，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讲，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评比，有好多个比较主要的评比，我们都在全世界前1%的评比里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学校是全世界的评比前1%。未来当然希望你小朋友长大以后呢，也可以考量啊。中央大学的行列，中央大学其实在非常多的领域都从全世界来看都有不错的表现。那我想我也不多说，就是也因为实在不应该打扰大家的上课啊，非常高兴就是说大家持续的参与学校的相关的活动。我想我从作为校长啊，我也非常的支持，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科教持续的推动。
未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大规模，我想我们也会来做努力。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啊，说不定这个周老师可能一起来帮忙。昨天这个国科会的这个周副主委啊，突然找我说要给我们6000万做一个事情。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做，因为我实在事情太多。这个6000万是希望能够在建国100年的时候呢，明年他要有一个科技狂想曲，就是说希望学校是不是可以来主导拍一部影片啊，或相关的东西，作为这个建国100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礼物啊。那国务会编列了6000万的预算啊，大概学校只能留600万呢。那其中的5400万要外包出去，因为要请人家拍电影啊，拍这些，说不定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合作，搞不好可以在这个影片里面啊，说明大家如果我接受了那个委托的话，大家可能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影片里面呢，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呈现。我想这个我会跟朱老师在一起商量，因为我跟几个院长稍微聊了一下，因为我实在太忙了，如果我要接那个工作，当然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团队帮我一起来做，好不好？不过我想我不多说了。这个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家长跟小朋友们都非常愉快的在做，手上每个人都拿了剪刀，也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我们谢谢校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年在我们中大生日的时刻有这样一个活动，我想以增添学校光彩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又多了一个标准答案，假日科学广场谁最棒？我最棒。长大以后要念什么大学？中央大学。哦，怎么那么小声？我们校长在这边，长大又要念什么大学？中央大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刚刚是直冒冷汗啊，幸好校长没有答应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网络直播就出去了，到时候要跟国乐会交代。好，我们刚刚继续剪啊，刚刚已经很多人剪出来了。这个封闭的这一面呢，中间把它剪，把刚刚你所有剪的中间都再剪一刀，再剪一刀。好，小组长可以帮忙哈，中间再剪一刀，剪得太小。好。最后这个步骤最重要哦，这边是开口侧，有没有看到黄色那条线？那边呢，一定要把它剪断。但是你剪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把上面跟下面剪掉，剪掉你就哭了。这边剪掉，这边剪掉，然后呢，中间也剪掉，没有办法用。好，所以小朋友有没有发现，你剪得越细，你的圈圈就越大。好，有没有特异功能？其实没有，对不对？只是空间跟几何。好，所以下次朱老师就拿一张朱老师的名片，说我要穿过这个名片，你会相信？可以哦，做得到的哦。好，我们大家试试看好不好？在这之前呢，我做一个小小的实验给大家看，这个没有动手做，那这个只是做示范。来，小朋友都见过轮子对不对？轮子是什么形状？真的吗？真的。轮子不是圆形，会不会走？会不会滚？这是什么形啊？这是圆形吗？不是。这个是圆形吗？不是。那这个轮子可不可以走？可不可以滚？可以。啊，可是这个轮子坐的车子可能不太舒适哈。我这个轮子在滚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坐在上面是不是会这样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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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在骑马？真的吗？好，你要不要上来坐坐看？来，我们启中去帮忙。好，坐一个轮子哈。好，我现在坐在上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会不会咯咯咯咯咯。好，预备，来，好平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有没有？好平稳哦，一点都不会颠簸。有没有转？有没有转？轮子有没有在转？轮子是不是圆的？并不是啊，可是。为什么它不会这样？咯咯咯！因为不是下两个轮，因为有两个轮子，两个轮子不一样。哦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只看一个轮子，我讲原理给你们听。小朋友回去坐好，来，谢谢。你看哦，这边最尖，这边接触到它的时候，距离是不是这么大？然后呢，转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弧形，圆的弧形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边到这边，它的距离是不是都一样？好，你转。
转过来以后，到这边的时候，哎，换成这边是你的圆心，然后过来到这里，有没有？哎，从这里到这里，距离都一样，有没有发现？从这里到这里距离都一样，所以当你在滚动的时候，地面到你的板子的距离有没有变动？没有变动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坐在上面是很平稳的。老师，我想坐坐看。你想坐坐看，我不敢让你坐啊，这个轮子可能会垮掉。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小小迷你板，迷你板是给大家娱乐的玩的，因为它做成透明的可能会更清楚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小娱乐的版本，很可爱哦。好可爱哟、哦！你看，然后上面做透明的，是不是更容易看到？透明，我想坐车。好，然后你看，哦，这轮子有没有滚得很平顺？来，没有回去。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手放在上面，你跟我说有没有很稳？有没有很稳？有没有这样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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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没有哦。所以我如果想不想回去叫爸爸做一个这样车给你？对不起，爸爸在哪里？对不起，爸爸没有了。回去爸爸的功课就变很多。好，所以下次人家跟你说轮子一定是圆的，你可要说不一定哦。所以我们介绍了一个不是圆的轮子给大家。好，接下来，刚朱老师开场的时候是不是说一件事情？朱老师小时候哦就看了很多实验以后就被骗到去念科学，所以现在也要开始骗你们。骗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东西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好，这个东西呢跟拓扑学有关系。然后拓扑学，拓扑学好难哦，多难！光一件事情哦，我就已经放弃，我不念拓扑学。什么事情呢？拓扑学说啊，一个马克杯跟一个甜甜圈是同一件事。他说马克杯等于甜甜圈，我就疯了，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念拓扑学，不可能念数学。那他的定义是什么？你不要把一个东西一个形状剪碎或者是重新粘起来的条件下，你去改变这个形状好了，你这样讲。那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挖一个洞或剪掉一块，或者是把这个东西粘到那个东西上，你不做任何这样的事情，你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形变？这些东西彼此之间都是等同的，都是equal的。那我看到这个就完蛋了啊！我请假没法度啊，马克杯跟甜甜圈，这怎么可能是同一家的人呢？好，我在吃甜甜圈的时候是不错啊，可以喝个这个热巧克力，还蛮好的。可是这两个竟然是同一件事，哎，真的。你看，你把马克杯，你看哈，甜甜圈，你那边长出来，左边开始长，我看一下啊，好。马克杯中间往下压，好，长出来，然后呢，左边缩小，就可以构成一个甜甜圈。这个是拓扑学。好了，拓扑学这么难，我们不要再讲拓扑学了，再讲下去你们大家都会疯。我们来想一个拓扑学里头比较简单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叫做Mobile Strip。它的形状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它也有很多已经做成 commercial 的东西。那你们知道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人哦，就是没事嘛，然后就是除了研究这个以外，然后朱老师就会去，你看没事买的戒指也是这种，看得出来吗？这样，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戒指的形状？有没有转一下？有没有转一下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戒指？好，所以朱老师今天特别带这个戒指给大家看哈。好，这个东西有什么拓扑学上的特别吗？我们给大家看，我做了两个大的。这个怎么做呢？来，你要做一个纸圈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做起来就把它粘起来？好，粘起来的时候你把它翻一下，翻一下就会做出这种怪怪圈圈。这个怪怪圈圈哦，很特别，
第一个特别是什么呢？它只有一个面。什么叫做只有一个面呢、啊？来，那个小男生给我。好，我们常常说啊，像这个，如果说他住在楼上，好、哦，你觉得？哎，那个磁铁要给我吸住。好啊，他住在楼下。然后他每天在这个人只在楼上活动，他只在楼上，他只在楼上活动哈，他只在楼上活动。这个小男生呢，只在楼下活动，只在楼下活动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见面，对不对？一辈子都遇不到，好像那个向左走向右走一样，都遇不到，都遇不到。好，那你就说，那我要遇到要怎么办呢？就要发生惨事，什么？他就要跳楼，好，对，跳楼以后他才有可能看到他。那这不行啊，所以就发明了这个很奇怪的，这个叫做 Mobile Strip。 为什么这个 Mobile Strip 奇怪呢？亚克力这个哪里奇怪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奇怪哦。好嘞，娃娃在这里，他住楼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住楼下，对不对？他住楼下哈、哦、啊，这个男生很想见这个女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好吧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出来。我很想见到他，我很想见到他，我就一直往天涯的尽头走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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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我有没有走在同一条路上？有哎。见到了。真的，见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刚不是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吗？好，女生不想让他追怎么办？赶快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形状好奇怪哦？它只有一个面呢，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哈、哦，他怎么跑都跑同一个地方？对，他不管怎么跑，两个都会见面，这叫做缘分天注定。他只有一个边，哎，什么叫做只有一个边呐、啊？给我一个纸条好不好？纸条，我当场做一个圈。好，我们常常说啊，啊，真的啊。哎，我的小朋友没有被征服啊，在这里，很可爱哦。到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小女生，这是小男生。来，如果我们平常呢，看一下哈，我要做圈圈。不是，这还没开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要做圈圈。来，我做了一个圈圈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圈圈有几个边？两个。这边一个边，对不对？这边一个边，是不是两个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没关系，这个奇怪的圈它有几个边？那因为我要做记号啊，不然我就会忘记我从哪里出发。好，这个是红色的地方，是我出发的地方，然后开始走，我沿着这个边走，好不好？沿着这边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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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帮我配乐一下？噔噔噔噔噔，走到这边，哦，弯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我刚走过了？我怎么走到他的对面来了？可是我没有断掉啊，我一条线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它只有一个边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圈圈不是应该有两个边吗？现在有没有 feel 了？知不知道朱老师怎么被骗来念科学的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，嗯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现在就来做自己的 mobile strip。等大家拿到你的这个小纸条之后，我教你怎么做。我们先发材料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件事情哈。这件事情是，刚刚不是说。有一个面吗？待会你们可以试一件事情，怎么试呢？我从这边打一个叉叉，这是我的出发点，然后我开始走，我沿着这个面走，我已经走到这个圈圈的下面了。所以你一笔画可以走完，代表它只有一个面。你们待会可以用铅笔自己做完自己的 mobile strip 以后，走一遍看看，看它是不是一个面。好，来，各位手上拿到这个咯，看一下哈、哦。
好，先做好。大家都有这个小纸条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把它圈起来，这样是做一个纸圈。对，这样是做一个圈圈。好，我们现在画一下，要把它圈起来的时候，转一下，翻面。当你要把它粘起来的时候，翻面。好，来看，我把它粘起来哈。我这边先涂胶水，涂完以后看，原来是这样，是做圈圈，对不对？上次做圈圈，我粘的时候翻一下，粘上去。好，这样就做出了一个 Mobius Strip。不要翻360度哦，翻360度就不一样喽。现在是这样。对对对。好，所以你做出来应该是长得像这样的东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你可以试试看，你用铅笔沿着某一个起始点开始画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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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画一条线，最后这个线会回到你的起始点。大家都试试看。好，我们给大家一分钟，做圈圈，画线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变化了，这个变化是怎样哦？我在做之前呢，来，我这边有一条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在其中某一个边做记号，我要做记号，你可以自己画自己的记号。朱老师现在画一个波浪状，你可以画花、画圈圈啊、三角，但是记住只画在一边。然后呢？翻过来，你刚刚画右边，现在还是画右边。好，画好了哈。然后，这时候用刚刚的方法再做一个 Mobius Strip。翻过来，有没有发现你画的线连起来了？有没有看到你的线连起来了？对。哦，弟弟不要挡到别人的视线哦。好，这样子结束了没？还没有哦。先要做一件事，我要把它从中间剪开中线，我先剪一个洞哦。我沿着中线把它剪成两个圈圈，我想把它剪成两个圈圈。好，我们就剪剪剪。哦耶，剪完了。Oh no！ Oh no！ 怎么只有一个圈圈？嘿，怎么只有一个圈圈？而且这个圈圈很奇怪哦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那个朱老师画的波浪，现在只出现在一边，只出现在一个面上，另外这一面完全没有波浪。错。要不要做自己的？知道怎么做吗？好，开始先画线，画完以后粘你的圈圈，粘完剪开。好，我们请小组长协助。好酷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在这个荧幕上我看不到就这个线，看不到荧幕上。好，我们请各组小组长尽量帮忙一下。说是反光太严重，中间的反那个报纸，你买的那个样画又样画。所以你以为
为剪出来是两个圈，没想到只是一个圈呐、只有一个圈，而且这个圈呢是两个面，不像刚刚的 Mobius Tree 是一个面。对，倒数十秒钟，我们要精神喊话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家人歌曲广场谁最棒？我最棒。好，大家是不是要再盯我的这边一下了？因为我们的难度要增加咯。好，现在难度增加一样。好，小朋友坐回你的位置哈、来，这时候我两边都要做记号。两边都做记号，一定要画到边边哦，不要画到中间，一定要边边哦，一定要边边。好，边边做记号。这次两面的两边都要画。好，看清楚，这面两边都有做记号，这边两面也都有做记号，对不对？然后。你已经很会做 Mobius Strip 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把它做一个 Strip 起来，本来应该这样粘翻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是不是做出一个缎带？然后缎带有两边，边边你都画了线，对不对 ？OK 了，难度增加咯。来，大家都做好以后，大家都做好以后，我们一起动作，我等大家。来，大家请画线。纸不够，可以举手。那小组长留意一下纸够的同学。好，如果你是动作快一族的话，你已经做好了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次难在哪里哦。难度增加，要减三分之一吗？好，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减。什么叫三分之一？不知道。我把它三等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三等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从三分之一的，现在马路哦，不是从中线，马路把它分成三等份。然后呢，沿着三分之一，跟刚刚一样，不要剪一剪就剪到中线去啊，一定剪到每个地方都是三分之一哦。三分之一，继续往前剪，猜猜看你剪出来会变成什么东西。大圈拉小圈，有趣的是这个小圈哦都没有记号哦，没有小圈都没有边边，只有大圈有你做的记号，所以小圈是从中间跑出来的产生的。你刚刚是不是分成三线道？有没有中间那线道造了一个小圈圈出来，所以你最后会做一个这样的。老师，我一直都剪三分之一，可是我剪到这个。对，然后继续往下剪。继续往下剪。大家看是不是可以做出这个结构？有一个小圈圈。老师，然后呢？继续往下剪。继续剪。那个谁，小组长，帮忙一下。大环拉小环，小环是新生出来的，因为它没有被做到记号，有没有？
你去申请，对，小老师做对了。好，今天也做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难度要增加了，来，这次老师拿一个大的。好，大的哦，我已经粘好双面胶了。这一次你需要两个长条，请注意哦。这里哦，你只要这边做错，你一定会失败。那失败哦，就很可怜哦，不要哭哦。来，正常圈是不是这样圈？那我们刚刚说做 Mobius 要翻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你第一次你做的第一个圈，麻烦你往外翻，往外翻，听得懂吗？往外翻，好了，我先粘好了，我先做好第一个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圈，你是右手翻，就同样是右手，左手就左手，不要换了。这次呢，刚这个是往外翻粘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往内翻，连起来，啊 ，OK 吗？可以哦，所以你有两个，一个是往外，一个往内，然后把两个，连起来，连的时候也很重要哦，垂直。垂直粘的地方哦，垂直垂直把两个圈圈粘起来，给我个胶带。好，两个关键步骤，一，第一个圈圈往外翻，第二个圈圈往内。这个有问题的话，小组长帮忙这个协助一下哈。好，然后把两个圈圈垂直粘起来，好，朱老师继续往下做，因为继续往下做了就大家都会的工作，我要把它从中间道路的中线把它剪开。好，我开始剪咯。这个剪大家都会齁，所以遇到黏的地方也毫不犹豫的就把它剪下去，不用害怕。你猜会出现什么？两个都一起剪掉了。好，你剪完一个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怎么还这么胖啊？因为还没剪到。好，这个也要把它从中间剪开来。这个哈，待会要出现的东西哈。你心中没有爱，你就会看不懂啊！一定要心中有爱的人才看得懂。你怎么这么大？小小的，你们有两个小小的爱心。老师，这个这样子粘吗？不要，你
可以做出两个心心相印，而且这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心连心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是你们待会要做的。好，有问题可以问我们的小组长。这是 Mobile Strip 最后一个，我同时再做一个。好，如果你现在才开始，你可以跟着我做。先往外翻，第二个往内翻，内翻拢，一个往外，一个往内。好，接下来要把两个圈圈连在一起，连的时候要垂直。好，可以，你教。粘好以后呢，粘好之后找一个中间的地方解开以后，把面解开，做了一个失败，刚刚粘的时候没有正反，翻了，没有把它包起来。一个要翻，一个是真的粘，一个反的粘。哎呦！对啊，两个粘的时候要包住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大家再试。好，我们成功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举个手好不好？有没有成功的？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边有成功的。哦，这边有成功的。哇，这个这么大一个。哎呦，哎，这个要有心中有爱才看得出来哦，哦，看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给大家一分钟。下一个来，大家精神喊话一下，假日歌曲广场谁最棒？我最棒。要不要进行下一个？要。来，这个就简单多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做圆。谁跟你说这是圆，你就不相信了？为什么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哎，不要做做做做做，我们现在已经换了，现在已经不要做 Mobius 了，我们就只是做圈圈。这不有啊？圈圈会不会？对，这是一个圈圈哈。圈圈，哎，但是你要做两个。所以做两个圈圈，这个爸爸妈妈小朋友回到家里哦，捡了一地的纸哦，不要怪他哦，他在研究透骨学。好，我说做了两个圈圈，两个圈圈对不对？好，你们也做两个圈圈哦。然后一样，这两个圈圈呢，粘在一起，把它粘在一起，粘的时候。哎，
哦，这个不是刚刚那个，那不一样，不是你刚刚哪里做错啊？这个跟那个不一样啊！对啊，好紧张啊！两个圈圈，把它垂直粘在一起。好，圈圈粘在一起，还是圈圈吧？圈圈。圆就是圆嘛，圆怎么会变成方，对不对？圆怎么可能变成方？片片看，一样，马路的中间中线把它剪开。马路中线剪开。哦，出现手铐。还没有剪完吗？对啊，来，这边的马路中线还没剪，对不对？要剪一个手铐。要剪第二个手铐。谁跟你说圆是圆？什么形？正方形。啊，刚刚明明是圆，不是吗？那圆怎么变成正方形嘞？我们自己试试看。好，给你们时间，加油。哎，不要转哦，这一次不要转哦。我喜欢他，因为他很诚实。有可能？为什么有可能？
对，有可能就是说，一张我之前有看过一种可以让有一种可以让小汽车放在上面，让小汽车放在上面的纸。好，来，中间，精神喊话，叫一个国语好，谁最棒？我最棒！谢谢。来，这边有一个国语的同学，对不起，国二，你们知道一张纸有多厚？有多厚？其他的。那不是真的哭哎。来，0.1咪咪的，你如果不知道是什么哈，换一下。公里。0.01公分。哇，一张纸。0.1/0.00。好，一张纸对折以后，厚度变多少？没有。厚度变多少？0.002。再对折，厚度变多少？0.04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只做简单的事情，第一次我来折，第二次我来折，以后都是你来折。来，我们来数它折第几次哈？对折就一直对折，来，真的。好，这是第几次？来，好，停一下，你们猜它可以折到第几次？好几次，六次，你猜六次哦？哦，你这么看不起这个哥哥哦？我猜十次。你猜十次？还有呢？还有其他答案？八次，18次，20次，21次，151次，151次，好。来，我们是科学家，对不对？科学家要做实验，对不对？这随便花这20次、200次，我也会讲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真的可以折折看。来，刚刚折到第几次？从来大家一起数哈，现在第几次？第二。现在要折的是第四次。第四次。加油哦，国中生的荣誉都在你身上。第几次？第6次就不行。第6次就不行，淑女同学，牙齿哪里有？第七次了，差不多第七次了，第七次已经这样了，怎么办？猜的，还可以再折下去吗？可以，没办法了，只要第七次已经很厉害了，要不要给他鼓鼓掌？我猜对了，哦，他猜对了，谢谢。哎，第七次已经还蛮厚的，你知道第七次会多厚吗？0.01，折一次，就是2层嘛，所以是2×2次方。折2次，2×2次方。折3次，2×3次方。折4次，2×4次方。2×5次方。好，他刚刚折到第几次？1.4方。来，2×7次方是多少？1.4公分。128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得到第八次就超过1公分了。那我如果继续再折下去，哇，那个数量很惊人，对不对？你知不知道你折到第42次，这个厚度就已经超过38万公里，38万公里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，你相信吗？有48次吗？42次，让严凯回家折一下好不好？成功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不用坐那个太空船去月亮，我们就走路就去月亮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等比级数是非常厉害的级数，你看，你继续这样折，折，理论上再折再折，厚度是不是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，每次都增加一倍，因为你每次都增加一倍，这个纸的厚度就有可能到达那么长的距离，所以你可以用一张海报纸可以折42次，拿一张海报纸可以折42次，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个同学的好奇心，我们给一张大一点好了，A3好了，我不一定要给A4，好，
这个不用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华姐，我们来猜猜看哈、哦，个子还蛮薄的嘛。来，刚刚谁？来上上上来。廖哲。廖哲哈。高一的、哦。叫猫头鹰来着。叫猫头鹰来着，猫头鹰是谁？好，既然小朋友都要求你来折，来吧，加油！金刚子这么大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猜猜看，有奖品哦。猜的最近的小朋友有没有奖品？什么？你猜他可以折几次？21次，17次。48。来，谁48？8次。好，你16次。20次。7次。20次。12次。15次。31。21。30。30，哦，你们自己要记住我们多少。35。好，停。24。哎，有人说42次，哎，那我们就上月球了。好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再怎么说都是你在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实验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数他做几次哈。但是你们谁说了几次，我记不得哦。你自己待会几次？你要自己讲哦。好，但不能说待会那个猫头鹰折了7次，你就说我刚讲7次，然后明明刚说48次，不可以哦。OK， 好，小朋友要有荣誉感哦，我们开始折吧。猫头鹰，我祝福你。有同学说48次，加油，加油。来，第几次？好，第一次哈，可以这样折吗？不是，不能对折，一定要对折。那就没办法很多次了。一定要对折。两次。加油，你还有46次。三次。三次了，哎，这个纸薄薄的哈。四。你猜几次？七。五次，叫哥哥加油啊！快不行了。6次，来，昨天几点睡？猫头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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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次了。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八次，下去我输给他，折不下去了，8次。来，刚刚我们小朋友猜8次的，谁？你猜7次，你？大朋友猜的，你怎？你猜7次，那你猜几次？8次。8次哦，你这个猜8次哦。你之前就认识猫头鹰嘛？那你们昨天见过面吗？好，来7次8次的，我们都给奖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方寸有几何整个活动就到这边，差不多我们要结束咯。那要提醒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是，这些东西你们回家都可以自己做，所以虽然你没有拿到材料也没有关系，不要哭哈、哦。回家有剪刀、有浆糊、有纸，你就可以自己做。那也麻烦各位在离开之前呢，帮我们填写一下问卷。希望你今天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午后。好，那个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因为每一次哈，每次看到演讲者，都是朱老师颁奖状，当然谢谢他哈。那我们从来没有谢过朱老师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奖状，谢谢朱老师。那你是代役老师是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